好，准备。好，闸门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穿出来了二号马爱娃排在比赛的前面，在这旁边的还有三号马大满贯，现在是排在前面已经变成了九号马风之子，领先两个马位。第二位的话是四号马一台一姐，第三位是二号马外娃，旁边还有五号马猛俊英雄，后边两个马位之隔是十号马军师长，后边的话还有紫色彩衣的八号马猛俊娇子，以及六号马沙滩男孩马匹开始过弯，暂列最后的话是三号马大满贯，现在排在比赛前面的还是九号马风之子，后面的马匹赶来上来是二号马爱娃，后边有八号马猛俊娇子在外栏寻求突破，已经到了第三位了，第四位的话是二号马爱娃。好，最后的400米冲刺，领先的还是九号马风之子率先进入支线冲刺，内栏有马匹在追，八号马猛俊娇子，最后的300米还有一匹马冲了出来，五号马猛俊英雄，最后的250米领先的还是九号马风之子，外栏还有四号马一台一姐，最后的两匹马三匹马都是有夺冠的机会，中间是九号马风之子，外栏的马匹是四号马一台一姐，两匹马是斗得难分难解，最后谁夺冠呢？叮当码头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慢动作的回放，可以确定第三个经过终点的是